错。哎是。简小姐，你真的很有眼界，知道投资就是要趁胜追击。谢谢，我给小姐点。你知道吗？我手上这么多客户，就只有你身家够，眼光又好。那也要像你们一样，可以专业帮我操盘啊。知道吗？我之前跟 Michael 说，我现在手上刚好有笔钱进来，所以才想问问看能不能加码投资。不过这笔金额实在有点大，要我一口气拿出来，真有点怕怕的。简小姐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所有的交易金额呢都是可以查的，而且我们的合同上面有签保底价，就代表呢你所有投资的金额最后都可以全数赎回，这一点是我们公司给你的 promise。而且我刚刚查过了，5000万的投资名额呢只剩下最后4个。所以简小姐，如果你想要投资的话，可能要快一点哦，好机会可是不等人的。那我真的要快点决定。不好意思，上次那个简介不知道你有没有带，可不可以再让我看一下？有的，你稍等我一下。看一下。都穿黑袜子，看来是条子。江仁杰，你出卖我！简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先问 Michael， 我马上回来。好。他真的内急的话，怎么可能喝那么多水？秦总是没有人，通知各单位马上采取行动。是，组长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？现在律师已经知道自己被盯上了，张小姐有危险，我们埋伏各处的同仁会同步攻击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你不要再介入了，交给我们，你先回家等消息吧。可是我一个小时如果没有任何消息的话，就打电话给阿妈跟爸。仁杰哥，有抓到爱丽丝吗？二姐，爱丽丝跑掉了，我没有找到你二姐。啊！现在警察准备全面攻坚，去救你二姐。那他们知道二姐在哪里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警察一旦行动，爱丽丝随时有可能对我姐怎样哎。现在不能靠警察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你二姐被藏在哪里。到底爱丽丝把你二姐藏到哪里去？杰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跟爱丽丝通电话的时候，
我那时候听到雨薇说：“江仁杰，你不要来。”听他的口气，他好像知道他在哪里。哦，我知道，那个空屋，那个空屋，什么空屋？空屋在哪里？水热场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啦！就是因为危险，所以我才要去啊！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，不但没有救到我姐，自己发生危险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要跟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至少可以打电话联络警察，或是把风什么的。仁杰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拜托你了。欧巴。